crew is racing new friends off, and they're squeezing us dry like stones. Hope I've got enough. Wonder what they'll take. More tribute to race. Better this than the king's modification. 也太烂了吧！等一下，不是啦，两位渣渣别生气嘛。这搞什么鬼啊？头顶大火光，哎，怎么会这样？那我唱完怎么进去？啊，算了，不管了，走路进去好了。哦，这边可以直接爬进去嘛？早说嘛！还有那边，想说把他们引开。拉德尔应该在，拉德尔应该在附近吧。啊，完了。啊，今天真的状况不好哎、欸。啊，算了，没差了。一颗。市长，我不能杀那个人，是不是？想射，啊，想射，没中啦。干嘛？所以这边是什么情形？这边是什么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在干嘛哎、欸。这样不会怎样吧？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这样比较才比较有那种震撼效果啊，对不对？像这样，好，来试一下。小弟弟大爆炸，对吗？这样叫才，我觉得才合理啊，乱叫一通，谁知道你干嘛、啊？就这样在脸上撒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就哀哀叫。没有成功重开啊！哦，我等下可能晚点才可以帮忙处理一下吧。谁知道里面到底在干嘛？他把一些正常人抓进来之后，弄一些手术，然后让他变成这个残障，是不是？乞讨也不是这样乞讨的吧？现在我觉得那现在技术还比较高超，好吧？现在还骗人啊，把脚藏在那个裤管里面啊，让他感觉好像是这个断腿。有一次我在那个火车站附近看到有一个爬那边怎么讲爬行乞讨，爬到最后面，他整个直接站起来了，站起来下班回家这样子。我说哇靠，是怎样？这真的是超猛的、啊！现在这个那时候法国、哦、这个骗术还没那么高超、哦、这个技巧还是很差的，还要真的砍断腿。然后没有灯，你吹到哪里啊？到底在这边吗？这边还在睡觉、啊。收藏品，这里对不对？不能暗杀、哦、因为他刚才警戒状态了。我觉得真的今天状况不是很好，各种大失败。这里吗？你说骗术高超是他故意的，是不是？那也太故意了吧！有人会把自己的腿拿来当做骗术之一吗？应该没有吧。哦，这边啊，这里嘛，对不对？躲这么久，啊，我找了半天，在二楼啦。
这里吧。哦，a stronger spine than yours. What will your master say? Oh, God. God, help me. Just that, ma? 警服 play? 好了，不要叫了啦。警服 play? Soga. 炸老二。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是到那个乞丐之王在什么地方了？在那个教堂的地下墓穴。好，我们要过去找他一下。往这边走吗？好，完成了。先来升级一下。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在前往那个教堂，因为这是应该最后一个任务了啦。解完这个任务之后呢，我们待会就跟那个 Q 他们一起连线，好，跟他们一起连线。不然我现在真的完单人状，完单人的部分的话，我现在状况有点差，头晕脑胀，应该不是感冒了吧？因为最近这个天气温差变化很大，就是有点感冒的迹象，就喉咙干干的啊，咳嗽啦，流鼻水是没有了。共有视觉很好用吗？好啊，我当然升一下好了。这边也是贫民窟啊，搞得跟要塞一样哎、欸，大丈夫吗？这个连个跳跃都跳不好。那是什么情形？啊，有，又跳不跳到底是怎样？好，有了，乞丐之王之死，乞丐之王在贫民窟的下水道某个地方，把它找出来之后呢，他把它解决掉。就他们那边呼的热气，其实是乞丐之王放的屁，是不是？哇，这个屁实在太香了！刺杀乞丐之王，制造机会，探索区域，守卫54个，入口1个，同样地点5个。好了。来完成一下这个任务啊，想必应该是很重要的任务。空中刺杀。哎，真的、欸，声东击西的机会，别再拉啦。又被发现。这代变难了、哦，这代其实它操作比较不一样，其实跟前代操作比较不一样。About time we had us a little lynching. 啊，是啊，来找我啊！吹波浪，真好笑哎啊，真好笑。
真好笑，也太弱了吧。破坏烟囱，哦，像这样子吧。26公尺数还有一个，我这边那边人还蛮多的哦。这里吗？我觉得今天敌人是不是状况也不好啊？哦，在各种不好，你不好，我也不好，哦、大家都不好。我昨天的那个神刺杀嘞，都不见了吗？赶快回魂好吗？哦，人好多、哦。好了，这样能拯救乞丐了。然后前面好像还有一个那个烟囱在这个位置吗？也不是这边吗？在哪里？好，我们先弄，我想办法，我们先帮乞丐杀人就对了。哦哟！好、哦、死了！我还没偷开枪。哎，伙伴，你怎么死了？不弃不离呀、啊！说好的不弃不离呀、啊，你怎么了？来来来，我帮你看看啊！哎，你怎么会这样？啊，送你一程。哎、欸，怎么会这样啊？你怎么杀我弟兄？太难过了、啊，他把我弟兄杀死了。可是他有洞在哪里啊？我该找不到哎、欸，这里吗？应该在这啊，那边看到了，我不是那好像宝箱，到底哪里啊？我们去高点地方看，应该看得到。走高点看啊！不弃不离。你说我害的？没有啦，怎么会是我害的呢？开玩笑。哎、啊，看到了前面那个地方吗？啊，这里嘛，躲那么远干嘛呢？真是的，不要叫啦！啊，这里啦，就刚一开始的地方嘛，就想说奇怪跑哪里去了。好了，这样两个都盖起来了。That should smoke them out. 熏死他们吗？可我觉得我自己会被熏到，不是吗？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前往那个地下洞穴的入口了，这边啦。人妖还在啊！想走过去一下。Come here, you! Look like you need a proper beating. 吵死啦！哎、欸，这个真的好难操纵哦。这种那个怎么讲？密室里面那个操纵性真的不是很好。哎、欸，不行，太靠近了。
好，搞定。啊，总算回魂啦！这里吗？哦。他们就这样走掉了，主刀乞丐之王。所以刚才是我们刚才帮乞丐之后，他们就引起骚动了，因为他们也自己不想被截肢啊，对不对？看到自己朋友这样被砍，这样被砍腿，而且命都丢了，你觉得他们可能会这样坐视不管吗？就算再怎么奴性重，好不好？这样生命这个垂危关头之际，也是会这个轻举反抗。啊，这边两个。哦，哎、欸，啊，记住回来啦，箱子回来拿就好了，箱子不急。哦，这边两个，我看怎么刺杀。空中刺杀的话，那个声音还蛮大的，所以我们先用那个无声袖剑把一个人干掉好了。哎呦呦呦，死一个。哎、欸，啊，刺杀大王。就是这样，头塞在里面却还不能捡东西哦，太夸张了吧！我靠，就是美味，他死的姿势，死的姿势也太梦幻了吧！您这是双手反绑，然后被人家从后面捅菊花之类的吗？爆菊死法，我这边两个。哦，这边居然有法国兵哎！对啊，你看那边有一个那个法国的士兵被他们砍死了，爱国者。他们连自己都杀，是不是？这边好没办法过去了，旁边应该有其他的那个出路了，看应该是这里。这里吗？哎，果然没错。哎，果然错了啊！果然又错了，哎，错没错。这里吧。你跳这样跳吗？哦，也太帅了吧！三角跳跃。窒息式的性爱。The worm has grown a spine. Now he's a snake. Damn.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I knew that much. This is far too soon. Oh, wait, my lord. The assassins are well connected. But we have the advantage now, don't we? Muster the guard and lead the hunt for this assassin. Bring me his head.果然还是通风报信啊！ But my lord, our men are out dealing with uprisings among the beggars. 刺杀乞丐之王，好了，我们先看一下，应该是有什么道路可以直接到他上面去把他刺杀掉，不然就是只能用那个无声袖剑把他射死。好，我们现在搜索我的位置。那边看起来是有三只，是不是？你也可以不用直接打吧，我们直接绕过去就好了。Assassin！ 哦，底下三个。一个在顾火炉，然后一个在看箱子，一个在那边顾路口。哇，这样这个角度很尴尬哦。好了，点掉了，
虽然有点不是那么完美啊，不过还是把他们三个解决掉了。这里呢？哎呦！哎呦！关门哥！哎呦！关门放狗是不是？上面。Hold your positions, men. 这边看起来没有路可以上去，所以我要绕那个后面那个礼台那边啊。没人呐、啊，你看错啦，一堆埋伏，你躲我也躲，是不是？上面有一个那个狙击手啊，我看能不能把嘴抓死，是不是？哎，不会吧？这样没错。好了，看来要找其他路过去了。安安你好，在躲啊，看你多会躲。哎，上面为什么会挂一个？白色衣服的人，那个不是那个应该不是那个吧？乞丐之王吧？衣服颜色不一样。枪手，狂暴之剑，你们狂暴一下！哎，有有有有有有有。没有啊！哎，到底要射啦？那边三心二意让我现在整个心情很不好，好不好？对不对？我才让别人让三心二意啦。太乱了。哎，是不是？对面还有一个。刚讲完道行，很简单被插，你有没有搞错啊？插的位置有点奇怪。My subjects have eyes everywhere, my lord. I offer their knowledge to the service of the order. What knowledge could a king of the gutters offer us? The intrigues of rats. You may go. The intrigues of rats, pompous fool! If I could lay my hands on him. My master would be pleased to arrange that.Brother. 欸? You're right, monsieur. Too much of the king's champagne. Tiber, come away! It's done. Delacer is dead. Grandmaster. Good. Good. 高潮了，爆弹精英，是你。所以他跟那个其他另外一个人，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阴谋哎，其实还有个地下团长是不是？原本那个他叔叔也算是骑士团的那个成员之一啊，所以他有个是骑士团团长吗？也不是吧，搞那一段就对了。好啦，没关系，我们赶快先离开这边。Open， 哎，门不能开吗？哎，不会吧，先生开门啊，先生不给开啊。被从那边开了，被锁住了。Why not, yeah.
地方。39公尺。53公里数，好，就还要继续往前。Put out the torches. Where's the fire? 上面吗？哦，这边。Someone douse the fires.好，上来了。是不是啊？我还以为他抓油灯呢，说油灯着火你还抓哦，因为他以前那个灯其实里面都是油灯比较多啊，哦油灯，所以他里面如果你去抓的话，到时候那油整个洒出来烧到身上，那应该不是这个一两起手上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哎呦，哦。Of my reign. Your reign. As long as there's a cour de miracle, you must have a roi d'étude. And since there seemed to be a vacancy, I stepped in. With remarkable speed, I may have set things in motion a trifle early. Say, when you first arrived at la cour de miracle, you used me. Your target is dead. We used one another.Quite a kingdom you've inherited. It is, isn't it? So, is justice served? Are the dead avenged? Is your soul soothed, all that rot? Rot is a fine description. Every time I think I'm getting close to the truth, it seems another layer of filth presents itself. Conspiracy, intrigue, a rapidly thickening plot. Add some bestiality and a lecherous priest, and I see you have the beginnings of a beautiful novel.I'd settle for a solid lead. So young, and yet so serious. Well, best of luck to you. 这个到底值不值得信任？觉得相信他好像不是，但是不相信他又觉得。Where did you get that? One of my newly loyal subjects brought it to me as a token of esteem, as it were.It's a curious piece. I know of only one silversmith who works metal like this. A blade of this make killed Monsieur de la Serre. I can only assume you knew this already. Why didn't you say? Well, where would man be if he never had to ask questions? If everything he could ever want to know was simply handed to him, he might no longer think to ask questions.Or he might accomplish a great deal more unburdened by ignorance. Perhaps. The smith's name is François Thomas Germain. You'll find his shop near Léal. Thank you. Bonne chance.他到底是不舒服？他到底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啊？我真的看不出来、欸。小姐，你的表情如果不舒服，你可以大胆说出来，没关系嘛。你不要这样子，好像舒服又好像不舒服，弄得我好心情好乱啊！